你别着急啊，现在该着急的是田伯伯。他迫切地想得到的笔记本在我们手里，只要我们一直不动声色，先破冰服软的就一定是他。你忘了吗？之前我们就推测他所要达成的目标很可能是有时间限制的，所以我们等得他等不得，说不准他一路上不说话就是在绞尽脑汁的编谎话找借口呢。世侄，姑娘，抱歉，刚才是我失态了，请你们不要介意，我真的不是想抢东西的。世伯，您这话就严重了，我们刚才只是吓了一跳，并不是认为您有敌意。您说咱们都不是宝藏猎人，也不差那几个钱，这岛上有什么是值得咱们争夺的呢？可不是嘛，咱们都不是为了钱来的。有的话伯伯一直没跟你说，是有些不好意思开口，怕你笑话。去年我生了场大病，你是知道的，病情最危险的时候我昏迷住进了 ICU， 当时我恍恍惚惚的，眼前出现了一个衣着飘逸的女神。女神？这是您的幻觉吧？我原也是觉得是自己生死之间走一遭，看到天堂大门口的天使了，哪知道病好了之后我还是时常做梦，梦到他。后来我养病的时候就把古今中外的各种神话查了一个遍，竟然真的就发现了女神的踪迹。可不就是来自诺斯塔文化，而且还是这里先民最为崇拜的生命女神。你们年轻人或许不信这些，可像我这种半只脚入土的人就不能不信了。我甚至觉得我当初能被抢救过来全是靠女神的庇佑，所以就想着来岛上还个愿。可这与那笔记本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发现女神来自诺斯塔后，就联络了不少专家了解诺斯塔文化，但所有人都对生命女神了解甚少，也只是在破译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诺斯塔文字中见过她的名字。我就是认出了笔记本封面上的象形文字，才迫切地想要得到笔记本的。那几个象形文字是女神的名字？原来是这样啊！您要是早点告诉我，我也不会误会您。那，笔记给您，您拿回去，踏踏实实地看。谢谢世侄，你真是个好孩子，我都有点羡慕你父亲了。比起我家那几个不争气的，唉。田伯伯，您就别拿我开玩笑了。圈子里谁不知道我就是个临时代班的，等我哥忙完这段时间，我还要接着享受生活去呢。对了，世侄，你们在考古营地里只发现了这个笔记本吗？还有其他有价值的线索吗？没有了，那间档案室里其实真没什么东西留下。田伯伯，您今天奔波了大半天了，也是该休息了，身体要紧呢。等明天您休息好，研究明白了，我陪您一起去找生命女神。也好，我是有些累了，我这就听你们的话回去休息。之前听布置道具的工作人员说，这个营地附近的河边生长有很稀有的花卉，趁着太阳还没落山，你们可以去看一看，难得来岛上一次，错过了岂不可惜。哎，那正好，我等下就带着素描本去写生。那你们好好玩，我走了。当然要去，不然岂不是辜负了他特意告诉我的信息啊。笔记本里的内容我们都拍过照了，
给他是无所谓的，但他得手之后却还想着让我们离开营地，恐怕是有别的图谋。而且如果他真的时间紧迫的话，可能会连夜行动，所以我们要给他下一步的行动制造机会。不急，先回营帐检查一下遗失的物品和我们的物资。有追踪定位在，田宇丢不了。